外观一看就知道完全不一样。市场上中古的现在没办法，就是我们这台，就是我们这一台。精英版就是可能358万，有点像白金版那样。对，那就是入门。精英版会把配备拔掉，我们把它选回来。这台的话，它配备很满哎，就是市场上我配备最好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欸，你好，我是来面试应征业务吗？对，应征业务。坐一下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姓谢，叫小谢。小谢，那你知道做业务要有三个特长，第一个是口才好，那没问题啊。口才好，再来是身手要矫健，要懂得巴结，这个应该知道吧？应该还可以啦。最后一个比较重要，体力要好，因为我们上班时间很长。我都有在健身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好，那既然你说你口才还不错，我这边有一个这个。绕口令，口才跟绕口令。对，因为你讲话语速要快嘛，然后脑袋要清楚，反应要够快。念念看，3秒，三秒，扁担长，扁担宽，扁担须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板担绑在。重来。确定是要考这个？对，我们每一个进来的业务都要训练的。这是我们的规矩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。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扁担需要在板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板凳偏要绑在板凳上，板凳偏偏不让板凳上，板凳上到底是什么？板凳上，板凳长。好。第二点是要懂得巴结。楼下有那个冰箱，帮我拿一瓶饮料上来。哦，没问题。主管，我不知道你要喝什么，就每样都有拿一点，放着就可以了。好，最后一点，体力好，伏地挺身，还不错啊。伏地挺身，现在吗？对，现在伏地挺身预备。就这样。对。还要考体呢？对，一定要的。我已经退伍很久了。没关系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测试完毕。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我随时待命啊。随时待命。今天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今天买车票，我就只有买单程的，我把所有的钱都砸在这一个行头上面。OK。我就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没问题，那这里有块布，现在可以去擦车。不是擦手。不是。现在就开始。对，现在就可以去擦车了。真的吗？对，今天面试就到这里。那我可以有衣服，公司有衣服可以换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是要穿着西装擦车。这样才能让客人看到我们非常的有冲劲，非常的有热情。想不到现在卖个车不是靠口才，还要靠体力。真的是其他一行，我要努力，我也要像刚刚那个女主角一样，可以当主管。而且，她长得还不错，我觉得有点把握。欢迎来到宏达来收车之宏达拍卖场47集。那个 Apple 嘞 ？Apple 挂冰号，他眼睛又发炎。你们都不用戴口罩，我现在要戴口罩。因为你感冒，所以丢脸。好，下一页。今天总共8台，第一台很凶了。上一集是8台是做走平价路线的。也没有多价，都是200万的。不要这样子玩。第一台，我很久没有收到这个东西了。我们都买 G500 的比较多 ，G63 的第一次尝试。这一台是2016年的 AMG G63。总代理的，因为这个车日规很多啊。总代理真的没几台，我听到总代理我真的他惨了，整个就吹了你。这一台新车
要800多万。哎，现在新款的 G 六三要破千呢。要破千啊。对啊。现在新款的我觉得也没有很弱的感觉啊。不过它全身黑化。我觉得它看起来比较温文儒雅。有吗？这个看起来比较刚性一点。这样的老帅老帅也厉害哈。老帅老帅。老帅老帅。老帅老帅。你看他老帅啊。厉害啊，你够了。全车黑化犀牛皮，这一台原本是黑色的，它包一个消光犀牛皮。21寸的铝圈，哎，它的铝圈看起来好小，是因为车太大了吗？车太大了，真的哎。Farmers 排气管4出，两边两出，这一支多少钱你知道吗？我猜猜看，20万。哈，20万你只能买到伟士 Farmers 的啦。40万要不要？快30万，最终收购价403万。403万。他说这一支排气管快30万，然后你多3万啊？没有，我是当401下去算。哦。啊，因为台皮，然后再扣一些还有倒车摄影的镜头，对，扣7万。这一支排气管我把它估10万。哎、欸，其实新的30万，现在估10万，哎、欸，真的划算。会不会等一下人家下面要打字？谢老板，你排气管要不要卖？拆卖，拆卖。啊，我买不起车，我可以买排气管。对啊，卖啊，那啦，买车就好了啦。干嘛呢？哎、欸，可是你们来现场看，你们这台，哎、欸，这个消光黑真的帅、啊。重点是这台跑很少，它跑5万多而已。太搞笑了！有大声，有大声，它要喷掉。喷掉！喷掉！啊，你好哎！我想说一个喷，我说你连冰也喜欢到喷，忘记排气管是侧排的。我本来就会这样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男孩子最喜欢麦当的东西。有没有蛋蛋？我不知道。G 卡真的，我如果有预算，我一定会买 G 卡。那先开小 G 卡。你说机密？机密啊！机密。公开多台没问题。要的话，公开促销促销，手牌自牌都有。108万8000，好不好？108.8，大 G 买不起，我们买小小 G 卡。小 G 卡，对，就是要选小 G。好了，再来2016年总代理的 G 六三。好，54000，最终收购价是403万。有喜欢的招我们。二选手加一台，我们这一台是7人座，7人座的。我们之前卖的都是4人座，第一次买7人座，真的不错。哎、欸，这车头真的很漂亮，可是要多阿尔法多新车要多100万。100万。看一下内装，看一下内装，一样有 ACC， 该有的。哦，因为它是2020年的啦，它连音响都有。它这椅子真的有够好坐的、哎，真的好真的是有够好坐的。那整车是5米、喔，我就不想跟你坐。我就没有想跟你坐，所以我没有抢到。我跟你坐，感觉起来就觉得我大只很多。这个如果身材好，大 B 哥又 man。这如果在爸爸妈妈也是超好，后面这两个独立座位，这一台超级够你的，跑4万多，跑4万多，这本来就是都是。就是长城，长城啦，商务车啦。新车是387，387，然后我们现在收318。那现在的阿尔法还要卖多少钱？也是要，也是要200多呢，230几哦。对啊，差不多。这就是看你们的选择是什么。你看它的屁股也不一样，贯穿式尾灯的。这个尾灯的，看一下它的那个吗？他没有，他用手对。他没有，你不要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没有，可是他会，他有电动，他有吸，没有很。哦，他这样很危险呢。对啊，他有电动关，没有电动开。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做半套的。他可能想说后面也没有要放东西啊，所以没关系。他超慢呢。后面三个座椅可以平挡。我等他关起来，我少活3年。他最终收购价318万，真的是蛮保。可是到现在还是缺车，有阿牌要卖，我们也可以。对对对对，也卖的高价，好。3号选手，拉棒 K 的精英版挂选配，精英版就是可能358万，有点像白金版那样。对，那就是入门。精英版会把配备拔掉，我们把它选回来。这台新的，这台新保固中，小改了。它车头我觉得很不错，车头跟车头灯，我跟你说，你看，光看到这一条导光条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这边雾灯还是鱼眼的，它拔到变358的时候，就是方向盘没拨片。轮圈变18寸，一致，只有6项，我全部都把它带回来。我先跟各位透露一下，这台2020总代理保固中极低里程，多少？9000，跑9000而已。脚改后，它又是现传的排档哦，现传差很多，真的差超级多的。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都有那个声浪，就是特调声浪，玛莎拉蒂的特调声浪。它这个很少很少，那个修理车后面有这个。真的哎，可以
可以调，现在没有，太少了。还有前景可以调。重点是它扒下去。而且我们这台没有 S 哦，没有 S， 它的声音就很……啊，但是我们小改后，它变成全时四驱 Q4 了。嗯。对。它开始碰那个声浪阀门就开了。哦。这是我看到的。有感觉。哦，很快哦。哦，差不多哎。海燕是保值啦。对啊。这个会赔比较多啦。可是我如果买新车，我要开三年五年。对我来讲就没有差别，别的已经赔起来放，现在买的话，这一台我们最终收购价是255万，2020年只跑9000，原厂保固到什么时候？今年的8月，8月，那你还可以再买延保。这台喜欢找小葵哈 ，OK， 找小葵。4号选手，撇开这个什么棒球队又瓦塞纳迪的这个刻板印象，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在喇叭的 S。好，这个意大利品牌啊，小葵你们举出三个意大利品牌 ，Alfa Romeo， 哎呦，不错哦 ，Ferrari。再来，干嘛突然绕英文啊？就玛莎拉蒂了 ，Lambo 啊 ，Lamborghini 也是啊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意大利人的热情跟奔放，就是赛车的血统。这个就是法拉利调教的引擎，3.0，然后430匹，它跟 Ghibli SQ4 是同一颗。那因为修理车的关系啊，当然车重也比较重，所以它加了20匹上去。所以它的引擎啊，然后再加上排气声浪，都是法拉利调教。铝圈21寸，因为原本标配20啊，你可以选到21。这个前面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，红色的，因为它是 S 才有。前面是对六，这个的内装是升级过后的。你都买一台600多万的车了，你在黑内装就少一点什么？对，真的还是要跟大家不一样。然后五窗框，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的地方。你修理车没有人在五窗框的吧？那我跟你竞争对手没有，这已经是跑旅等级。对，这就是跑车的修理车了。还有双层玻璃，一定的，玛莎拉蒂都配双层，在它的单价上，不管你是 Ghibli， 不管入门还是不入门。它该有的隔音一定都有。你们刚刚有吹过那台车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跟你讲，哇，这台车平过就回不去了。真的啊！哇，要吹一下。你先吹一下，没有开，没有开阀门的。哎呦，平常就我现在就有比它低沉的，好像差不多。有啦，有比较低沉一点的。有，没有仔细听，没有用心。开下去不一样了哦。哦。而且它的阀门有两段，它的 Sport 模式有两段，轿车 Ghibli 只有一段而已。哦，对。2018年的跑7万9，但是我说真的，它内装看不出来跑7万。对啊，它内装真的真的可能跟我那个差不多。他们家的皮做得很好，一样有全景天窗。对，全景天窗。这一台你说新车多少？608。2018年的 LaVante S 最终收购价是250万。我有跟前面那台。差不多，当然就是看你的选择是什么。OK， 五号选手，五号选手，外观一看就知道，完全不一样。市场上中古的现在没办法，就是我们这台，就是我们这一台。大家看到 RS 这个 logo 啊，就要想到宾士有 AMG， BMW 有 M Power， 奥迪的性能车就是 RS。这一台呢，它哇，真的选配多到我真的是要一个一个念。通车327，这台弄得好360，跑车。排气系统63，还有选一个原厂好牌，进阶红色风格套件哦，这个就是个人特色，就是它里面车子一些红色的红色的细节啊，这个蜂巢式的，这是跟 Lamborghini 一样，哇，这音响很厉害嘞 ，B N O。后座的侧边气帘，这个就是为了小孩，然后碳纤维引擎室盖，这一个加了多少？32000，谁会开？没有人。你会开起来，开出来就说，哎、欸，就这样聊天。小姐，您今年几岁啦？他以为你够了，好不好？要不要去摩铁？停把方向盘也是后改，红色的缝线，然后还有这个进气箱、隔热纸那些加一加15万吧。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 LED 艺术专家，他们就说头灯就要看奥迪，而且他你看这里全黑的，连那个。把壳都全部黑掉，对，看起来真的，而且它是亮黑，其实又蛮有质感，对，还蛮有质感的。发动，好，没问题。哦，哟，哎，它发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暴力的感觉，有那么一点点。可是又没有那种啪啪啪啪啪那种感觉。现在里程数讲到重点，11000。2022。哦哟，对，11000啊，最终收购价310万。310万。然后它弄到好，大概360啦。好，下一台，好，也是小钢炮。这台21年的 A35。
这台的话，它配备很满哎，就是市场上我配备最好的。这台有贴膜，这台有贴膜，它是贴珍珠白，它底色是黑色，黑色。对，这样它好像什么都有吧？它有零盲点，多光素二三 P。它这个 A35 有多一个卡钳 ，AMG 大卡钳 ，AMG 大卡钳，这是几活塞啊？六，这六活塞哈。A35 真的比较少，大部分都是 A25 比较多。对啊 ，A45 又太贵了。就是 A35 它出来的，它出现的刚刚好。那个它这里的饰板，基本上我们像什么 A25 这里都是银色，它有特别选一个那个黑什么什么什么石沉木，对。它又不是黑沉木，它就是看起来怎么像塑胶？还有啊，什么会不会聊天啊？冷热通风椅。因为如果你没有选配的话，椅子是麂皮的，有柏林，然后有旋钮，全景天窗，目前里程是16000，2021的哦。这一台买210啦。250如果现在再买应该也是167那边。对，350，然后配备又好像多很多。对啊，因为250基本上也没什么配备，喜欢的找子欣。七号选手，这个就跟又跟刚刚前面那个有点不太一样，而且320，因为是总代理的，然后它的配备就是会。比外汇的330好，所以他卖的比我们外汇的330好很多。所以我们外汇的330都阵亡了，真的死掉。来，再促销一下，蓝色白内装的，上次促销195卖不掉啊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再来哈。185好不好？185再减10万，好，我们那个19年的 M330，对，好，真皮内装。我们促销价185万，对，要的赶快来，看到的就好不好？有看到2020年320。对，那总代理的 VAU 有 N Sport 有盲点，我们啊，20的就不是首发，首发的话就配备会比较好，它20就没有，2020年的就是他该给你的有给你啊，首发版多给你的他就没有给你，就这样。对，因为首发版有多音响跟抬头显示器，反正320一样都没有天窗，对，就也不用特别讲，啊，它就是一样标配5 VAU， 好，46000，对，双液晶屏幕，然后环境，最终收购价142万，哦。很秀新车229，现在2020年的142万，有吧？价差了吧？差10万。哎，最近这种100多万的，赶快来找我们估价。我们最近100多万的，一直加。一样有电动尾门。好，这台喜欢的找我们新美。最后一台8号选手，哎，这个颜色是不是跟刚刚那个喇叭腿颜色很像？它只是有一点，这比较黑啦，就是有一点偏蓝，又有一点灰。它这颜色是选的。选的选，墨玉黑嘛，你看是不是？就是有点有选不一样哦，有点绿不一样，它有亮粉。2017年的 Market 2.0的，它有多满？我跟你讲，颜色选的，头灯也选的，天窗哦，旅行架，冷热通风椅，又有盲点摸门。来，你讲重点，跑多少？跑10万而已。身为休旅车专家，这个车跑10万真的刚刚好。哎，这一台10万内装看起来不像哎。真的，哎，这个椅子跟一般的马克真的坐起来不一样。而且它是那个四向电动椅，它连方向盘都很新哎，它戴着手套在开车。它真的没在载人，它后座单身。单身。对，它唯一的败笔就是这个轮圈，实在看不懂在干嘛。换轮圈。轮圈那个谢老板说要换。加嘛，我说要换而已，我没有说要。没有，我们一毛不减，能不能换？一句话。一毛不减，好就换，好，最终收购价是143万。现在一点点钱就可以成为尊贵的保时捷车主。我觉得最近真的这一两个月真的车价有在降。你真的2017年我们之前都还在买多少哎？都还要买167。对啊，现在你看剩140几，而且车况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。这一台车况很好，不会那种滴滴答答的感觉。对对对，赶快，如果有这种的，你看最近很喜欢这种。100-200万的，对，有多少买多少。最后再工商一下，麻烦有不开的车、忘记开的车，反正你想卖的车，送人不要的车，送人不要可以送我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一样那个加入我们官方 LINE， 想要搜寻 GDA 或是搜寻我的 IG， 或是私讯我们官方粉丝团。对，估车的部分啦，估车的部分。好，然后我们一样持续高价收车中。今天8台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感谢各位粉丝，我们已经10万订阅，再迈向我们下一个里程碑，20万订阅不是梦。各位干哥、干爸、干姐、干哥、干弟，好，我们订阅起来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鼓励。要买车要卖车一样，找我们宏达国际小老鼠 HONGDA， 还有我们的 MB， 我们每天晚上7点到8点半都会有直播，特价再特价，每天晚上3、5日。更新，我更不知道。感谢大家，今天就这样，订阅起来，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拜拜。